金秋送爽的美好季节，我们又迎来了一批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新同学。一诺那派的苍蝇派，左派派，右派派，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爱爱，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你们会唱吗？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你的身影里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整个都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也伤心，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一起来唱。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同学们，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们就要毕业了。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我为荣。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现实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牌香烟，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来，这样，你就很简单，那个音乐停一下啊，你拿这个手机，然后你就说拍照，就说拍照，他就会拍了，真的啊。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快乐家族好热闹啊！一开始这种毕业的感觉，对，从简短的一个开场秀就把我们从入学到毕业，就是学校园里面最美好的时光浓缩的在舞台上表现，而且呢，对，最后我觉得说实话，最后一起拍那个毕业合影的时候，那种乐享极致、乐享青春的感觉，确实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起鸡皮疙瘩，好开心的那种感觉。你也起了吗？起到了，为什么不起？有起有起，为什么？对，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匆匆那年》的剧总。一个娱乐来问候一下大家，好不好？好久不见啊，彭于晏。哇，好久不见，大家好。我们有好
久不见，好快乐啊！又来了，又来了，开始了。哎，为什么你比上次来明显感觉快乐很多？是为什么？因为上次来很久之前了，很久没来，这当然开心啦。没有，因为上次来你不一样，他上次在上次的角色里面，上次他是黄飞鸿，武打明星，甚至他只是一个快乐的小男孩。今天我有我的《匆匆那年》，我们同学会的。同班同学一起，是不是？对，在《匆匆那年》里面，你演的是陈寻。陈寻，没错，就是。所以北京话学的怎么样？因为陈寻是北京小，还行啊。我不问你，我问方茴，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妮妮。说话了吗？同学，说话了吗？我以为我聋了，我真的没听到。妮妮，做回你自己。哎呀，撒起来！好，我是妮妮，然后我在《匆匆那年》里演方茴。我懂你的点。哎，《匆匆那年》啊，就是一个两个都是恩音嘛，不是很好发。然后方茴呢，也不是很好发，所以很容易说成《匆匆那年》里面的翻贼。湖南，这湖南口音太重了。我上次你知道，我们参加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盛大的一个典礼，然后妮妮就特别美的坐在底下，我就给大家介绍，今天欢迎我来到现场的闫妮，妮妮。然后当时我就看到她特别温暖的看着我笑，你知道，我想说太好了，她没听见。结果我活动还没结束，我就收到她的微信，何老师，你刚刚是不是把我叫成闫妮了？我在楼上，楼下有人喊，就是四川嘛，啊，喊妈妈，我以为喊姥姥，我说哎，然后下面就是在骂我，占便宜是吧？说你，我有一次在机场，好多年前，我有一次在机场走着走着，突然有个人冲过来，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李湘？所以现在你知道，在微信里面，现在我管妮妮叫闫妮，她管我叫李湘，我们两个已经换了名字。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匆匆那年》里面的方茴啊。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可爱的子萱。哇，是张子萱在《匆匆那年》里面饰演的是林佳墨。林佳墨非常可爱，非常活泼的一个性格，那个佳墨是。萱萱这一类的是海涛会。海涛，我对不起，刚才应该你来介绍，哎，我错了，你重新再介绍一次来。自我介绍一下。涛，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本来就很喜欢张子萱，但你看完《匆匆那年》之后，因为导演跟监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特别说子萱这一次的表演非常非常的出彩。导演今天会上场吗？我一直都很看好他。导演不会。你跟导演有什么？如果他上场，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哦，感恩是吗？没有感恩，是我他把我捧红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九妹就觉得没有人喜欢他。就是一百导演。九妹，漂亮的妹妹，九妹，头红的花蕾，听上去有点像寻仇的感觉。然后我们一起说，张一白导演，谢谢你啊，一白一起，张一白导演，我们谢谢你。我每次看到导演的时候，我说导演，您记得你那个，我就给别人，哎，这位导演拍过，这个著名 MV 九妹，然后他说，哎呀，英雄怕见老街坊。好，下面一位大帅哥了，我们好久没见的晨晨，魏晨。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在《匆匆那年》里面演的是乔然。乔然会打篮球还是他们都挺会打，最不会打的，因为郑恺是会打篮球。对，我们都是篮球队的，你是那个角色，我是最会打的，我是拉拉队的。你是拉拉队，跟女生一样是拉拉队的。对，因为那种很温文尔雅的男生，学霸。等一下，那个魏晨今天少一样非常重要的道具啊，来。对，来晨晨来。来介绍一下，你介绍一下你的新的歌，好看呢，好看呢，什么戏法？这是什么戏法？这是帽子戏法。对，也发了新专辑《帽子戏法》，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然后包括《匆匆那年》的暖心推广曲《花开那年》也收录在《帽子戏法》这张专辑里面，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电影，支持音乐，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匆匆那年》，也要支持魏晨的新专辑《帽子戏法》，而且。
特别预告一下，在今天快乐大本营当中，魏晨也会带来新歌的首唱。哇，期待。好，下面是我们好久没见的郑恺。Hello， 大家好，我。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恺，我在《匆匆那年》里饰演的叫赵烨。赵烨，对，其实。赵烨。这么看起来，这么看起来，郑恺腿是粗的。郑恺吗？郑恺腿好粗啊。他不是粗，他是。平常我不觉得没有，他的腿是正常的，他只是短。是不是平常他来也没觉得是。平常主要是魏晨站起来，你跟我跟你说，郑恺照站到我旁边，你就不会觉得他短了，真的。哦，你都听到了，你来，郑恺站我旁边来。不是，你是胖了吗？没有，他练的久。哦，穿秋裤了。这是一个好习惯。再见了。长沙有点冷。你看，郑恺是我们现在青春电影的不二人选。对啊，里面一定有你。都有你啊。几乎都有你。青春电影还是要定你吧。保持瘦的身形。年轻人在一起就是有说不完的话。那么今天既然是这个同学会呢，我们匆匆那年，我们先用男生喜欢的方式来互动一下。那这个方式呢，就是这个投篮大赛。投篮大赛游戏规则：匆匆那年队与快乐家族队每队投三球，投进更多的为胜。你们还有这个。最棒的！你们好幼稚，你们怎么那么像排球女将啊？看起来好像你们先排谁？你们先排谁？每个人只有投一个篮的机会，进了就进了，没进。我们还有我们最强的篮球队长来说，我们派我们的队长，队长是谁？方回，方回。妮妮是会打篮球的，对不对？啊，以前是篮球队队长。哎，我只不过就是把球投到自家篮筐里嘛。也没问题，今天只有一个篮筐，所以不分自家别家，好不好？好，来，我们首先出战的是《匆匆那年》剧组的妮妮啊，只有一次机会。在哪里投呢？只要不过这条线就都可以。你再往前一点，你要先热身一下。你要不要先热身？先。再往前一点，你要不要先热身？哎，你要不要？哇！队长就是队长，队长就是队长，队长欢迎赤木刚宪，这很正式系的呀，对呀，就进。我们也要派出一个厉害的，好不好？我们的队长，好不好？好，谢娜，上。队长加油！队长可以往前一点。队长，你最棒。队长可以往前一点，队长。好，队长漂亮，我们就是要这样迷惑他们，好吗？好，下面我们子萱上，子萱加油，子萱，棒棒哒！哇，恭喜了，走线是一样的吗？好，谢谢。好，那我们队长派谁呀？哎呀，我们派谁？哎，你说这边已经派子萱了，我们这边一定要派一个，就是说可以镇压住子萱的，镇住子萱。加油啊，涛涛！海涛，我觉得你要远一点。子萱，不是子萱，海涛。你先评价一下刚才海涛的表现。我看到了，你放心吧。来，好，最后的一次对决了。好，如果彭于晏没有进的话，我们还有一次。翻身的机会，如果彭于晏也进了的话，维嘉就只能从演播厅外面投进这个球，才有可能加分。哎，等一下，因为他们导演说彭于晏非常会打球，所以呢，他要加大难度，什么呢？就是说他要三步上篮，三步上篮很简单的，但是我们一二三就到前面了，我们五个人这个快乐队呢要拦他吗？对，好，好不好？怎么拦呢？好吗？我以为就这样都进了，来给他一个，我们不拦他，让他自己来一个啊，自己来。你来一个三步。对，投球，不是三步上篮嘛，好不好？你先投一个没投进，然后三步上篮又没进。哦，热身。哦，上。对，三步，来个三步。
步的，好吧？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三步上来，我跟你说一下，三步上我也不会，只是说。你来说嘛。啊，你现在先由何老师为彭于晏示范一个三步上来了。来，我用慢动作好吗？大家看清楚，第一步是这样的。一步。这个慢动作这么慢？不是，你太二了，真的不会。球不能落地的三步上篮。好，来，来，彭于晏三步上篮。好帅啊！郑凯来一个，郑凯来一个，三步上篮，来来来，要脱身吗？不是，郑凯可能得四步。为什么要四步呢？快来快来，三步并作两步走。来，大家走！一二三四，哇！魏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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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晨。我刚才还真的有想自己的脚步，有在想自己的脚步。我也要来吗？来来来来来，一起来一个三步上来。这样这样。哇！回家，回家，回家，回家！不是我，你代表我们投最后一个球，你记得吗？我们还有这件事。这个场必须要我来收了。对，真的，真的。我们这样好不好？只要能进。对。因为我们的名声坏，就是。不能换了名声。你哪怕从这儿爬上去抱着球，然后从。可以有几个人？我想对方都得几个男生协助我跨栏，不是跨栏，协助我灌篮，好吧？不要协助了。协助我灌篮，好吧？好心酸啊！他的意思就是让人把他举起来，然后我就。镜头只许拍上半部分，就不能拍抱着维嘉的人，好不好？然后我就拍他的身子。哎呀！哎呀！快走，快走！大家走，大家走！大家快走，大家走！好可怜，好可怜，好可怜！今天过生日，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过生日，佳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佳哥，终于勇攀高峰啊！刚才佳佳说，我最大生日愿望就是能灌篮，我实现了。刚才佳佳挂在那个篮筐上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像一块腊肉。而且，我觉得你挂上面以后，跟我以前看到挂上面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你离地好远。好，好，刚才是男生的方式，那接下来用女生的方式。那女生呢，这个肯定很喜欢这个自拍啊，拍照。那我想呢，这是年轻人爱秀自己，然后爱美的一种表现。女生都喜欢自拍。对，那接下来呢，虽然有一次微博上我看有人说自拍是一种病，一首歌啊，自拍是一种病。好，那接下来呢，自拍是一种病。接下来我们就要比赛了，我们比赛呢会要把我们这个快乐家族的主持人和我们匆匆那年的剧组要重新组队，每边呢都是五个人。那这五个人怎么产生呢？是我和彭于晏，我们两个来比赛，看谁先这个赢了，谁就先挑人。好啊。好了，现在两位队长呢已经站在我们身边了，我们要通过一个这个小游戏来让队长有优先权来选人，赢的那一组的队长可以优先，每一轮都优先选人，好不好？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大家看到这是黑板擦，完了之后呢，要在对方的背上，谁先摁上一个印子的话，谁就先赢了，好吧？哇，两位穿上以后很像黑衣人啊。我是小芳，哎，先来一个那个，好吧？《骇客帝国》的那种，放狠话，来，反应太快了。彭于晏，你比我高，你比我壮，但你比我笨。好，来，彭于晏，也要用这种句式。骗子。我也许比较笨，但我不蠢。笨和蠢是区别怎么界定？我听不出他的区别。那下一个，三二一，开始。不用麦了，不用麦了。哇！哎呀，哎呀，哎呦，哎呀，这么灵活，哎呦，何老师，哎呦，何老师，你好像一只蚂蚱。我突然想到我在跟黄飞鸿，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对方很稳哎，那
后卫，荷兰彭老师要保存点体力，这是个持久战。老师够不着呗。抱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输了吧！我来，何老师被抬了。大姐，你知道吗？何老师跑满了全场。不是，我没听清楚，因为我在里面有听到说他比你笨，然后后面就是你一声惨叫。真是常言不这个好猛哦，他用的那种灌篮的那种方式，是这样，他跳在空中从后面把手拍把那个黑板擦拍在何老师。因为我只有两个办法，有可能第一个是从下面绕。另外一个就是飞快地转到他的侧面这样，但是呢，他有个直接的方式，他就跟我玩够了之后，我跟你说，应该一开始你一个打下盘，不是你一个我下盘我很难，这很难的，哎，而且我一这样，他就从上面哎，不是一开始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就这样蹲着，然后这样一缩过去。我不能蹲着，我唯一的办法我躺着。哦，对，我应该全程躺着。再一次，地上这样缩。再一次，好了，你先选一个你们的这个所有的人，选一个你们的队员。我选我们《匆匆那年》组的乔然同学。到我选对不对？我选方茴。来，闫妮到李湘这来。让你们这个大家庭破碎。对，好，第二轮，开始。得了，何老师快躺下。何老师，他一进攻你就躺下，躺下。不是刚才？二小心别闪腰。大灌篮吗？是。攻下盘。下盘，对，耶，耶 ，OK 了，那攻击力还是强的，何老师，你有很强的攻击力，你看他身上是有一点的，好了，但是也算这一点算赢了，我们就一起选了，这次他让我这一轮很明显的让我，好吧。何老师先来，好吧？何老师，你好像蛮累的，愤怒的小鸟。我选了，我觉得可以不用玩这个了，继续选就好了。选吧，好不好？来了，我选郑凯。我选郑凯。郑凯是吗？对。是因为我腿粗吗？不是。因为你，因为何老师这会儿不是，是因为何老师这会儿有点冷，可能想借你的胶布穿一下。没有，因为郑凯反应特别快，我知道。好，于远同学继续，你选谁？我选。海涛哥。你选海涛吗？那我选张子萱，我就知道。只剩我们三个，好耻辱！我们三个，应该彭于晏选。彭于晏选了，好，我选娜姐。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比较帅的都在这。哦，海涛这边。娜姐，你把该说的说下去。你说出来呀！你勇敢的说。你说呀，不要不说。说呀，说。我选欣欣，吴昕。哦，谢谢。因为我这么多，那我选维嘉哥。你选维嘉，好。那我们比较帅的，是不是？比较帅的，是不是？啊、你确定我比较帅的都在？没问题。我跟你讲，我们首先。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边觉得好幸福啊。真的吗？嗯。我在这边有一点尴尬。哪里有尴尬？两个。哦，郑凯陪我。你懂他的点吗？你腿粗，你粗得过我。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提醒您稍后看点。女生最爱游戏大曝光，看一下，这是谁啊？他们给妮妮一个机会拍一张美照，他自己在上面拍一个美照。彭于晏，彭于晏在疯什么？肚子痒啊。青春的那些记忆还会让你回忆满满吗？就那么一点大的橘子，就有那么多的核，真是缺德。难吃的东西早点吃完好吗？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帽子
习的为你精彩。 1, 2, 3, 4, 5, 5 Gonn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生活里每秒都该有惊喜，不只是平淡聚散。我清空你的放手是一场拉锯战，尽力全力付出一切，爱这一回才没有遗憾。我会坚持到最后，比赛才过一半。万众瞩目的华丽表演着完美主义的分，可别太压抑，全都因为你。 Oh baby you may call me crazy but you're my fellow fantasy， 我用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帽子戏法为你精彩。 1, 2, 3, 4, 5 Gonn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爱情这比赛为你而来，帽子戏法为你精彩。 1, 2, 3, 4, 5 Gonn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帽子戏法为你精彩。 1, 2, 3, 4, 5 Gonn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爱情这比赛。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的，我们的拍照大赛马上开始了。我们第一关比的是十秒钟之后，我们对面的镜头会自动记录，看看哪一队站在圆台上并且露出脸的人最多。请大家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这个让自己站在台上并且露出脸来。好，那现在我们来，各位亲爱的朋友来预备。一直偷听他们在干嘛。来预备开始开始。Go！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看一下，没事吧？没事啊。我呢？我海涛又不见了。我呢？海涛你，我呢？你看郑凯，郑凯下面是你，郑凯下面。郑凯，哎，我后面是谁？没有，我后面是谁？你，你太好笑了，在我后面。刚才就是整个倒在，所有人倒在这个毯子上的时候，然后我看那个我的脚下的顶着两个头，一个头是吴昕，一个头是杜海涛，然后吴昕的死死的抱着杜海涛，他说是我把他薅下来的。哎，我开始，哎，前九秒钟都有我的镜头。没有，我跟你说是我在薅。我刚才用左手薅了三个女的下去。这是谁？这是谁啊？这谁的脚？谁的袜子？是谁啊？鞋几条？是你吗？哎，鞋都不见了。我刚才，我访问一下，你刚才怎么有一只鞋不见了？是我刚刚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就被摔下来。是不是？我有一下，我瞬间已经摔到这儿。然后接下来砰，音乐就摔在我旁边。既然是玩这么大是吧，对，来来来拽他。这一次等一下，嘴巴都打肿了，不知道谁。这一次有一个附加条件，除了人要在上面，牙要露出来，就是要露齿，笑要露齿，好不好？好，一二三，我们是最强的。不用管他们，我们还是那个战术好吗？好吧，等一下他们还是会海涛占据主要位置，我们先所有人先把它抛下来再说，好不好？而且保持体力，前四下都不用摔。你们绝对薅不下来，我能薅下海涛的。好吧，我的蹲位还可以吗？蹲位。好，来，预备。等一下，
预备，开始。Ready go，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特写彭于晏，看看这张诡异的脸，就差一点落这算了吧。我刚咔嚓还没掉下去了。好，接下来下面特写杜海涛。哎，欣姐，你已经快把我憋死在那儿了。欣姐，因为现在怎么推也推不下。我们看一下乔然呢？乔然呢？下面魏晨标准大特写。哇！下面特写李维嘉，太搏命了，太搏。哎，我们五个都在，都有露牙。然后呢，彭于晏没有露牙，然后杜海涛没有露牙。好，我们要做一个。刚才开始的时候，郑恺像一块铁肉一样把我撞。铁肉。这是有什么要求？上去了以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好，准备啊，预备。看着 ，Ready Go，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个绝对可以，啊，嘉哥在我前面啊。娜娜全币不算。海涛都争不算，维嘉算，魏晨算，何炅算，我没有全币，郑恺算，我没有全币，林一算，我没有全币，请看，子轩算，我没有全币，子轩算，但他没在上面，子轩在上面吧，我看一下，你看一下，他没在上面，他在上面，两只腿都是悬空的，没有没有没有，那我就绝对不答应吴昕在上面了，他支撑住了整个比萨斜塔。我就想要，我就把郑恺给顶住、哎。最可怜的是，吴昕你好，好感人的是彭于晏，我努力的在打扛，把他们三个推开，牺牲我自己的。彭于晏是第一个到正中间的，从此就成为一根柱子。七、六、五、四，我们后排，我跟你说，后排所有人，因为我后面好多人拉着我。我是全靠彭于晏支撑的，所以他拉的后面一排人还要推前面一排人，最后脸就没有露出来。其实我们最开始商量的那个对策是这样的，是怎样？就是让你们都站到上面，当你们站到第八秒的时候，嘿，嘿。结果彭于晏真的太拼了，他一上去就我们扫清了障碍。其实像有些吴昕这种障碍，扫都扫不掉。还有力气吗？再玩一轮。我觉得排练那个慢动作最好玩啊，慢动作。来一遍慢动作。不是用快的，就是很慢的动作。然后什么要求？再来一个上去干嘛呢？录什么？对，录。都是这个表情，这个速度。就是慢慢悠悠的，不能不能急眼的。对，表情是吐，既要上去又要吐舌头。好。伸出舌头来，但凡有快的，我舌苔不太好。但凡有快的，那个组全体淘汰。行，预备，会不会咬到舌头啊？不用闭眼，就是吐舌头，注意安全，不要咬到舌头啊！这个游戏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死啊，好吧？预备，对，慢慢的，预备，开始。Ready go，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方回打到了陈寻的身上。陈寻通不通？陈寻躺在地上笑。还好。陈寻为这个游戏太拼了，真的几乎都他永远都是人肉垫子，原来都是永远都在垫子上面。好，来看一下，伸舌头，
这一组。哇，这组好精彩啊！乔然，你是飞起来了吗？哎，我们两个是在空中哎。从魏晨的特写先开始看，魏晨的特写哈，来，好，魏晨、彭于晏都非常完美哈。好，再往这边，维嘉、郑恺漂亮。哎，娜娜，我有伸舌头，但是有被推到后面。对，被娜娜。舌头伸出来了。是这样的。你从一开始就说秋裤这件事情，郑恺很大度的没有表现，这一刻他终于爆发了。3 2 1，把手插到你鼻孔里，但是没有用。我想说，哎，妮在哪儿啊？后面那个手是谁？胳膊是我。后面那个手是谁？那胳膊是我。好，我也好像并没有站在那个台子上像飞起来的感觉。何儿，你的舌头好长，搏命演出啊！哎，各位，吴昕，哎呀，快接走！吴昕太拼了，吴昕这张照片看起来不聪明哎。太拼了，这张是真的像九孔，真的不聪明。有人永远在垫子上，但是还有一个叫妮妮的永远没拍到照片。我那个好像真的，他永远都没有。我们访问一下，为什么在这么多次之后，你一直都在后面被挡着？你总结一下。他永远，我也不知道。他好像真的很猛的，一个用力拽。我跟你说一个秘诀啊。你要从前面上，他一般都是往后倒的。等倒到你这儿的时候，哎，石头过来。我有发现一个秘诀，你发现我每一张都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一直在旁边转。到一的时候，我踩一点片。哎，你推倒我没关系，我那会儿已经拍到了。哎，我们给妮妮一个机会拍一张美照。她自己在上面拍，自己在上面拍一个美照，好吧？来，美照就可以了。我的那个 vivo 手机呢？啊，来，什么表情？一、二、三。好，谢谢。我们看一下，彭于晏，彭于晏，你在抠什么？你在抠什么？肚子痒啊！啊，没有，我不知道拍照会拍到我，我想说应该是他全身，我在旁边。是不是我们长沙太干燥，身上痒？有一点，一出汗就开始有点痒。很痒的。好，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太可爱了。玩得很开心，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照片可以发出去，你们俩对，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要讲初恋的故事给你听。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匆匆那年》同学会。那其实呢，在拍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各位也会回想起自己的校园时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请我们的嘉宾呢带来了一些可以让我们回到他们校园时期的物件啊。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妮妮同学的作文本。保护得好，因为应该这个是中学嘛，对不对？不是中学就是小学，我记得。这个作文本，我们导演之前给我看了一下。我求求你了。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因为，首先呢字写的非常漂亮，但是他在中学的时候是个愤青，真的是一个叛逆少女，她的。这本作文本里面满满都是负能量，我看看有多负能量好吧。好，我简单的念一篇他的日记，是在11月3号写的这篇日记。这篇日记呢是表达他和橘子之间，橘子就是那个水果啊，橘子之间的一些故事。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橘子了。今天我老爸买了一些新鲜的小橘子，我最爱吃了。说着说着，我就剥开了一个小橘子，迫不及待地将它一把塞进嘴里。我刚一咬啊，就咬到了一个核。紧接着又连续吐出了十几个核。就那么一点大的橘子，总共才5-6片橘瓣，就有那么多的核，真是缺德。橘子也管不了自己。一个橘子较劲，说一个橘子缺德。一个少女跟一个橘子过不去，你们如果以为她只说到这儿就算了，那可不一定。骂得更狠吗？如果这样算，橘子就改名叫核橘算了。核橘，这也是种新技术吗？还没骂完呢，真想不到，橘子可真高明，
一片两厘米左右的橘瓣里居然能长出四五个差不多大小的核，那就干脆长满核算了。真的是，好，就是后面还继续，真气死人了。本想不吃算了，反正也就这种水平。可是又想想，钱花了，不吃多可惜啊！涂几个盒又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吃就吃吧。于是我就在一天之内全吃光了。接下来，还有，我们妮妮同学抗议了游泳这件事。他说对于我这个有一个多月没来游泳而且又发烧的人来说，游泳是再恐怖不过的事情了。不出我所料，一见到教练就被他教训了一顿，把冰冷的水冻得我牙齿不停地打颤。那么多天不游，水平连原来能甩几圈的人都游不过了。哎，我不禁感叹，游泳没死就好。最后，今天我兴高采烈地来到游泳馆，因为教练答应给我新的泳衣。过了一会儿，就看到教练骑着摩托车向我们逼近。我兴高采烈地来到教练的面前，向他要游泳衣。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教练竟说没带。我顿时感到很生气，我原来的游泳衣太松了。游泳的时候有一种要掉下来的感觉，而且我的游泳衣好薄，穿在身上很不自在。这次训练我肚子里就是有一团火，教练让我游快我就游慢，教练让我冲刺我就不，我心里想，那么没有信用的人怎么能够当教练呢？游泳结束了，我回到家向爸妈交代了这件事。爸妈劝我说，教练每天工作都很忙，忘了事也不见怪，教练很辛苦的，教练对不起。你的中学时期不快乐是吗？哎，但是我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们妮妮的字儿，大家可以给一个特写给到黑板上。这是就是著名的橘子那一天，他字写真的漂亮，我自己看我都快笑死了，是不是回想起来、啊、对不对，可爱的学生时期。所以呢，也许这个匆匆那年可能可以让我们回想起这些，因为你可能不会像妮妮这样把这个东西都保留得这么好，但是其实就看到这个你可能真的会想起自己的这个学历，好多回忆、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提醒您稍后看点，经典儿时游戏再现江湖。文苑他现在有诀窍，这太容易被颠覆了。阳光少年为何如此深情？泪洒大本营。喂，哎，为啥？想到你就给你打一个电话。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匆匆那年》这部电影。这部关于校园的电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青春和充满活力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直的我们的合作伙伴 VIVO 一样，也希望能够把这种乐享极致、乐享青春的感觉带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聊一聊校园里面的那些故事。那接下来有一个短片，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时的我们好不好？《匆匆那年》的我们，来，各位请看。《匆匆那年》里，每一个瞬间都见证了青春的存在。第一次心动，也许是因为你在球场上挥洒的汗水。这多帅呀、啊！他可是校队队长。是啊。也许因为你不经意的回眸。为了你，我做了许多傻事。这东西一同学让我转交给你的。到了丁香盛开的季节，我都会想起她，一个如同丁香般的女孩。我喜欢她，是我的，不是我的，都喜欢。偷爬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你我的名字。后来，我们开始走进彼此的世界，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肆无忌惮喊出你的名字。王怀，哎，王怀，哎，王怀，哎，以后想做什么都可以陪你，我陪你。本以为幸福会一直这么波澜不惊，却发现我们终会学不一样的功课，走不一样的路，遇见不一样的人。如果有一天你喜欢上别人，你一定要告诉我，我绝对不会缠着你的。今天必须跟你说对不起。我们最终失去了彼此，但每次看到那些青春的脸庞，我就会想起你，那些青春的笑与泪都与你一起留在最美好的时光里。他们这个电影有很多非常感人的点和感人的句子，其实有其中有一句我很喜欢的，就是时间你回回头看看他们有多美，对不对？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在年轻的那个时候是，就是回想起那个时候自己是最可爱的啊。我想我们这几位也都是这样。今天呢，他们答应我们就是在《匆匆那年》的同学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自己初恋的故事。哇，那算是那时候校园的小秘密了，是吧？啊，对啊。有哪些人要分享呢？你们谁先来？好，彭于晏先来。嗯，我想到我初恋是在加拿大，这是在一个圣诞的节的舞会。那其实我一个算是同学，但是不是特别熟的，一直想要找机会认识他，所以当那舞会的时候就。到了慢歌的时候，刚好他也不在，他也没人，他也没有人陪他跳舞，所以我就想他也落单。对，然后就抓紧机会去邀请他跳舞。然后那一次舞会之后，然后留电话就打了电话，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你去邀他跳舞的时候紧张吗？紧张，我现在讲的时候都还有点紧张。真的假的？还回忆起那个紧张的心里面还是很牵挂他。因为那是第一次主动去邀女孩子跳舞，我以前不敢。你第一句话跟她是怎么开口的？Hi Andrea， 然后我就问她，Shall we dance？ 我们可以跳舞吗？然后她就说，因为那时候我比较我没有，英文也不好，然后我是到那边去学的嘛，所以我就后来就。也很谢谢他那时候教我很多英文。你在紧张啊？你真的对？我想到对，还想到当时情景就是后来还有再见面吗？后来他也知道我有进这一行嘛，但他好像现在结婚了吧？哦，对，好，很少联络了。但我看到他一些照片，透过我朋友的社交网络，对，看到，然后我也很祝福他。这首歌就是你们当时跳的那首歌，对。立刻脑补那个画面，对不对？那 AD 你来指一个，彭于晏你来指一个，下一个你想听谁的初恋故事？魏晨来说，就是初恋还是在上学的时候，认识这个女生是在学校的文艺比赛上认识的，然后那个时候还就是第一次见她，然后后来很奇妙的是在下一个学期，就她我们俩就变成同一个班的同学了，然后呢？然后就好像是他跟我讲过还是听他的朋友讲过，他很喜欢吃那个大白兔奶糖，然后我就每天下午上学之前在他铅笔盒里放一颗大白兔奶糖。哇，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那要整个课堂都是甜甜的，集齐七颗大白兔奶糖可以互换一个帽子吗？可以互换一个帽子吗？你们
们后来有在一起吗？后来也没有很明确的说。哦，其实就是你就是一直不断的暗恋，就是送奶糖，就对了，对，很可爱的故事。谢谢魏晨，谢谢，挺温暖的。好，对，好，那晨晨，你觉得下面应该谁来分享？我想听橘子的作者。啊，橘子的作者。那个时候有没有偷偷喜欢谁，或者被谁偷偷喜欢？我觉得暗恋吧，啊，我觉得暗恋永远是最难忘的。暗恋一个比我大6岁的男，这么叛逆，叛逆，真的很叛逆，啊。比你大6岁的一个男生，对对，那个是因为我跟他是一个游泳队的。哦，他是你的教练吗？所以你有，就是那个不给您带游泳衣的教练是吧？没有，你有4个不想去游泳的理由，但是有一个愿意去的理由，就是他也在，对不对？在跟他说话之前算是我愿意去的理由，说完话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理过我。为什么？说了什么？主要是内容是，因为那时候比较胖嘛，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年纪其实跟他应该差不多大，所以我觉得我游泳的时候就是我俩老是对视啊，就是我觉得特别甜蜜的，就是我每次洗澡的时候，然后是会有雾气吗？有雾气，什么雾气？然后我就会在那个雾气的那个玻璃上面写上他的名字，然后写上我的名字，然后中间画颗爱心。所以后来是场梦吗？哎，这个其实挺美好的。其实我是觉得，其实他应该是有对我有一点点感觉的。所以你就去跟他挑明了？对，就不是就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不敢跟他说话。嗯。但是突然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然后他我记不得我说什么，但是他说：“哎，你多大呀？”啊。他就这么问我说：“我多大多大多大？”然后他就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了。一段算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的这么一段感情啊。我们来听郑恺的初恋。我的初恋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但是也经历了很漫长的一段暗恋的时光，差不多有将近4年。那是苦肉计，后来就分开了，然后后来就联系上了，又写信，然后就好了。好了，分开以后，分开以后才靠写情书，好的，写信，因为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很不普及，嗯，啊，都是写信，还自己去那个小店里面买信纸啊，好看的信纸，啊，买，对，买信封啊，就还学什么漫画，在下面还落个笔，画个漫画，然后寄出去之类的，啊，现在已经不太会有心思去做这种事情。对，所以用手机。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上一个这个跷跷板大冒险。那么在这个跷跷板当中，输的人呢要完成娜娜指定的大冒险，好不好？好，我们先上一下道具。跷跷板大冒险，那今天是这样的，我们在跷跷板上呢，每边会坐2个人。那等一下我们会响一段音乐，当音乐停止的时候，在跷跷板上方的那2个人，其中一个人要出来完成娜娜在之前给指定的任务。那到底这2个人谁要出来接受这个挑战呢？是由赢了这一方下面的这2个人来指定，自己商量好，对，来指定其中是谁来接受这个挑战。那么我们首先由娜娜来派出我们第一轮要接受挑战的4个人。好，2个男生一对啊，那我就，那你跟彭于晏吧，你们一对，就是在一方。好，然后那个另外2个男生，选哪2个呢？那就是郑恺跟魏晨了。很难选。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呢，大家坐好以后。我要给大家公布这一轮就是输了的那一方会接受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好吧？哎呀，对不起，我可能会拖累彭于晏，我太轻了。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输了的这一方要接受的任务是什么？哇！你一定要赢啊！赌这么大吗？那这样可不可以就是，是要艾特出那个具体人名，还是就艾特初恋就可以？艾特初恋就可以，对，好，我们准备好了啊，就是我们音乐停的时候，谁在这个上面，谁就是输的啊。哈哈，跷跷板可以算得上是彭于晏的看家游戏。在上个月的节目中，他凭借惊人的弹跳和力量，把重量级的海涛也翘到了天上。
而今天面对不怎么强健的队友何老师，会拖累彭越，我太轻了，以及虎视眈眈的对手魏晨、郑恺，一定要赢啊！到底谁能更胜一筹，逃过可怕的任务惩罚呢？快来一起看看吧！来，好，预备，不用，没事吧？音乐，开始。太容易被颠出来了，不是我们刚刚我听到声音了，你每次都被甩出来的，我只是想下这个跷跷板，我腿抽筋了，快，等会，哎，你初恋女友，踩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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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脚可以踩一下，对对对对对，抵住他，对 ，OK， 好，这一把呢？就是这边输了，好，我输了。我们请魏晨和郑恺挑一个人，挑一个人要艾迪完成一个，彭越吗？对吧？好，艾迪吧，彭越。这样吧，我们让彭于晏来艾特初恋女何老师说一段，好吧？好，彭于晏的手机，找得到位置吗？哎呀，看 ，One two three。你要保存啊，有了有了，不给你，好好看，棒哎，这张很棒，这好不好？对，你要艾特初恋啊，但是胶没有在我脸上，你自己发一个胶在你脸上的，彭于晏写的很好，写的很好，是不是？彭于晏写的什么？初恋女友，12月12号，一起回忆我们的匆匆那年。好，好，下一组娜娜谁来？下一组我来安排一下啊。好，那就这样，伍维嘉和彭于晏，你们俩一组。没错，那第二组是。我选个腿长的。魏晨。来，我们两个站旁边，好吧？你很棒的。又有我刚玩过。魏晨，你再加一个，我帮你加一个，加个。加个腿粗的，这样吧，我加腿粗的杜海涛，好吧？不会吧？杜海涛一个人？哦，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哎、不一定，没关系。上次我们俩，他们俩，那不就是死翘翘吗？好了，我们现在组已经分好了，大家准备坐上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他们的任务是什么？玩太大了吧，超猛的、啊、所以大家现在是都能联系到初恋女友吗？哇，现在可以联系到初恋女友吗？这个也很劲爆。哎，彭于晏，你要不要弄个全套，你既艾特微博然后也来个连线，好不好？全套20来。这中间有人要退出的吗？这游戏还可以退出啊？可以退出啊？不行不行，我只是问有人要退出吗？如果有人要退出，我只能说鄙视你们，但是还是不能退出。我了解，你要说，那请问要不要退出？我不同意你们被鄙视一下。来，准备好了，你坐后面。好，坐。等会儿，让我们慢慢上来吧。等会儿，坐前面不容易被甩出去，是吧？有那个。但魏晨坐前面腿有点没地儿搁，太长。你好吗？等一下。哇、哦，压力好大。准备好了。好，开始。啊！
啊，先慢点，先慢点下来，小心啊，注意安全啊，啊。点一个对方谁来连线初恋女友？海涛那个拍照片，就你点吧，你点。我建议你选魏晨，因为你选海涛，海涛打过去，万一对方说又寄来张照片，我没有啊，没办法，好来。等一下，先搜一个。不，有电话，有电话。我还以为你有他初恋女友的电话。导演给了我一个说魏晨的手机，问题是我现在问他，你还有没有？你有没有初恋女友的电话？现在？我有他的微信。有微信。但是我在想他的微信是不是他的手机号，我也不知道。哦，是小兔子吗？是小兔子吗？是大白兔，那个、是那个小兔子是吗？大白兔吗？是大白兔吗？是吗？是他吗？是给大白兔奶糖那个吗？他现在装听不见，不理我们。喂，你好。你紧张什么呀？是我聊还是你们不用聊吧？你聊啊。你们也要聊。我聊什么呀？啊，有。然后我是放免提，是不是？我用手机收。还有免提啊。喂，哎，你好，哦，我是魏晨。啊？我是魏晨。哦，难怪，我说怎么声音好像很熟悉啊。哦，没关系，我就是对，啊，问你最近在干嘛？因为很久没给你打电话了嘛，所以问问你在干嘛？最近还好吗？哦，是啊，好像上次联系都是你快男的时候吧，对吧？哦，对，差不多有6年了，哦，七年。是，对。然后我要说在，哦，我们今天在录节目，哦。我们今天在录节目，然后正好，想到你就给你打一个电话。OK。喂。喂。哎。魏晨。Hello， 能听到吗？可以，现在可以听到了。哦，啊，刚才没听到。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的信号和信号中断。哦，我说打一次电话。哦，因为最近在拍电影，所以想到了很多在学校的事情，然后就想到你了，就打一个电话，问问你还好。啊，问问你还好吗？如果你还好，因为我好啊。因为他很喜欢大本营，所以他想跟你们打个招呼。你好，是我，我在呢。你好，你好。对，我是谢了，不是谢娜。我们都在呢，娜娜，然后佳佳也在。Hello， 我是海涛。你好，我是吴昕。你好，很敷衍嘛。那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快乐大本营，然后我们在聊《匆匆那年》那个电影，然后呢，我们就讲到了，对，我们就讲到了校园时候会想起的人，难忘的人，然后魏晨就提到了你，然后就给你打了个电话，对呀，那谢谢你啊，打扰了，没关系，来坐。站不住了，对不对？刚才都站不住了。啊，就因为太久没有打过电话了。刚才他最后也跟我说，他说让我注意身体，就还是很感动。这是同学之间的那种深沉的感觉。对，刚才那个子萱跟妮妮在后面都好感动，看的就是这个还是蛮好的哈，因为这是真实的《匆匆那年》，对不对？我相信他看到陈寻芳回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想起谁，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应该会想起自己，就是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最年轻的样子，对不对？好，我们掌声送给所有年轻的美
美好的那些往事。认识这个女生是在学校的文艺比赛上认识的，每天下午上学之前在她铅笔盒里放一盒大白兔。哇，正好想到你就给你打一个电话，她说让我注意身体，就还是很感动。剧组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好的，其实呢，想到在校园时期呢，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这个亲密，所以呢，常常会跟同学开一些玩笑，弄一个气球，弄个水啊，然后爆掉啊，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弄个小动物放到铅笔盒里面，然后吓唬同学。我们以前拿过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气明星啊，然后里面可以灌上水。哦，然后我知道一变成特别大，然后当水枪刺。对，还有就是可能同学要坐下的时候，突然偷偷把椅子一抽，就这种就是小的小玩笑。我有个烧女孩头发啊，烧女孩头发，这玩大了，这个是初恋女友。我们聊的好像不是同一个级别，没好。当时有男生把女生的长头发就是系在那个凳子上面，啊，起来的时候就连着凳子一起抽了。我们曾经有一个同学，就是整他的，也不是叫整，就是跟他的隔壁开玩笑，就那个同学就困，他上课就睡觉，睡觉完了之后呢，其实老师正在讲，然后他的同学就同桌小声跟他说，哎，下课了，然后那个同学就一拍，哎呀，总算讲完了，哎呀，在课堂上特别大声，然后那个老师气得，你要干什么？哎呀。还有一个同学来迟到了，可是他以为老师还没有来，然后他就自己走到前面，报告请进，然后老师在后面出去，自己请自己进，对自己的报告请进出去，好连贯的动作。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请出一个非常巨型的道具来考验一下《匆匆那年》剧组和《快乐家族》的胆量。那这是一个巨型的气球，那这个气球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有请黑衣人帮我们拿上来。好，我们看到小芳、小黑还有亚鹏把气球已经拿上来了。哦，这会炸吧？那这个气球呢，是我们用到的是气象气球，气象气球当中的定高气球。这个气球采用的是复合膜球皮，它可以减少球内气体向外溢散的速率，经受少量的超压来延长气球的寿命。那像1公斤左右的定高气球呢，可以到30千米左右的高度，而且可以上升到平流层，并且工作长达2年之久。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是台上所有人进入到气球内部，钻进去，怎么钻？所有人钻进去，我们这样。怎么钻呢？有人示范一下没有？我们首先请摄像老师先进去，啊，与此同时示范。冲锋在前。哎，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进去的吧，好吧？哦，这会炸吧？洞会不会太小，老师？从哪个口啊？就从那个小口进吗？从这个口进吗？海涛进得去吗？哦，对对对，海涛你最后进，因为你。体积比较大，就从这个口钻进去啊！从这个里面可以站到我们所有人吗？小芳，确定吗？好小！哎，看他的姿势，我也冲到半个，哎呀，他进去了，摄像老师进去了，他被气球吃了，好，看不到。我们所有人站好，我们接下来说3、2、1之后，我们大家一起指，被指最多的那个人第一个进去。好，来。我们不止海涛啊，海涛你帮我们看着啊，谁被指的最多啊？来，准备好了啊，3、2、1。
彭于晏，你指的我。对。倪妮也指的我，我指的彭于晏，你指的彭于晏。好，2-2，你指的谁？那个子轩。好。郑恺，你指的吴昕。吴昕。子轩，你指的谁？彭于晏。吴昕，你指的谁？你那里指得到我。郑恺。明明不是指我，是指的是娜娜姐。好，娜娜，你指的谁？彭于晏。当场跑票被我拍了。娜娜，你指的谁？彭于晏。好，我们要请彭于晏第一个进了，好不好？你看到老师刚才进的手势，首先是当场比较大的，我不准进进去。没关系，没关系，加油啊，彭于晏。好，首先先进比较安全，是不是？我已经看到那个摄像老师在里面了。好，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气球，大概是在三米左右的直径。好，现在。彭于晏要进入到气球内部。你这是演上演什么戏法呀？先把自己变成缩骨功。你会紧张吗？彭于晏会紧张吗？有点紧张，因为我从来这样，我觉得把这个我也没有过穿过这么小的洞。他们我感觉有点回到妈妈的肚子。好，好，我们都到后面来面对镜头。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大，这个、都屁股对镜头。好，啊。安全吗？安全吗？我是在摄像，我是在拍摄当中。先进。哎呀，这不是气儿都出来了吗？没事，他待会儿又会冲。哇！这么爆的！手往前走。哎呀！哪里？艾迪你的麦，什么样的感觉？彭于晏，妈，里面会呼吸困难吗？很困难，好恐怖啊！里面是什么感觉啊？哇，彭于晏，你在里面好酷哦！哇，有一个人好酷哦！好，我们下一个，下是你的双胞胎兄弟。这还要一轮轮指吗？我觉得他们里面的人会不会等很久啊？彭于晏。你觉得下一个应该谁进去陪你？等一下，不会就我进去，然后他们就不进来了。彭于晏，你来指定。那个，方回，方回进来。方回叫你进去。方回，哎，里面很大。尖锐的物品都请摘下。里面空气好吗？眼镜、假牙、胸针。还不错，什么样的感觉？好期待、啊，高跟鞋。好，来，请您关来加油。我们看到他的姿势了，先用手往里伸。来，现在我们已经进去一个人，现在小心点指甲，你指甲。又一个被气球怪吃掉的人。脚直起来，脚直起来，对，这个镜头看起来漂亮，像贞子爬出来哦。安德的画面，做到。看你们两个的画面。彭于晏，她是你的孪生姐妹。哇，好可爱哦！好，这里面光很好哎，很柔和。妮妮，你说谁下一个谁进来陪你们？子轩，子轩老师陪你。还有公冠进来，好姐妹了。子轩加油哦！镜头拍的里面很漂亮哎，好漂亮，里面像一个那个神秘的殿堂。哇，他好顺利啊，他飞快的就进去了，子轩。子轩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里面开始呼吸困难。不要跟我争空气啊！子轩，同时告诉我们谁要进来陪你们？郑恺。郑恺。我特别窒息里面那个东西。快了！哎，你们里面的人帮他拿一下麦克风。对，拿了，头压下去。你的屁股缩一下可以吗？好，什么感觉？还蛮漂亮的，这里面。好了，郑恺是魏晨。好，我来救你们。好，这个时候里面的朋友，因为刚才黑衣人告诉我说很快就要爆了啊，所以我们怎么爆了？不是说他的这个气球要爆，是因为你们人太多，现在里面的空间不够，所以他现在要稍微打一打气。所以呢，撑大一点，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到4米的时候再进下一个人哈。四米，哇！你看摄像老师的这只脚好明显啊，踩到这个边上。好恐怖，好像要把他踩爆一样。摄像老师，你要脚往里面进一点，你现在踩的那个好明显。炸了是什么感觉啊？要爆了我还要进去？我误会了，刚才是说现在没有危险。
但是越大越容易爆，所以他说、那就不用打气了，不用打了，不用打了。他说为了挑战，说现在要打到五米。我们现在看到大概是在四米五的样子。我们会不会升起来啊？这个气应该不是轻的那种气。好，可以了，进人了，来，陈晨进。用力点，加油，呼吸，吐气，吸气，吐气，对，好，使劲使劲，好，成功了，叫出来。夏爷生日快乐，直接 Q 我，夏爷生日快乐。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起给他整唱生日歌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全家,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在这个气球不到五米的气球里面，已经进去了七个人，而且我们不要停止，我们马上要进第八个。第八个是谁？那个吴昕。好，吴昕来。这快到我了。最后。好嘞。下面有。哎呀，是个黄的头。Happy birthday to you。刚想迎接你的降生，恭喜你！是在整我吗？什么原因？你可以许愿了，欣姐。那个气球的口勒在我的腰上，你是不是腰间带刺儿啊？你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外面的空气好好，是不是？外面的空气好好。我屁股还没有碰到那个气球呢。现在我们怎么办？好像不是只有一个气球。我们再挑战一次是吗？意料之外的一次失败，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在稍作调整之后，大家决定再度挑战，而这一次是否能够成功呢？好，来，我们 AD 彭于晏个子大，所以他进去第一次进到气球的朋友，现在心情会更紧张，因为刚才炸过一次。妈妈 ，AD 你会更紧张吗？这一次好恐怖。好，下面来，但我还是成功。来，妮，我们靠近一点吧，摄影大哥。快，妮，快进去！现在没有女的，她只能跟男的玩。对，我觉得别冲太多吧。彭于晏，你说什么？我说，对，很好。我没有，我只说我又拍到一次贞子进来了。为什么这个游戏不带我玩？等会儿，气球在现场录制时接连爆了两次。科学实验站遭遇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滑铁卢，到底谁是弄爆气球的真凶？让无敌的后期小编倒带看个究竟。Happy birthday to you！被吓到而不能好好入戏的星星抓破了气球。贞子进来了。尽职尽责的摄像哥哥为了抓拍嘉宾镜头，意外踩破第二个气球。没错，这就是真相。那么问题就来了，莫非此次实验就要以此告终？这离黑人之前的测试数据差距颇大啊。为了安抚黑人受伤的心，温暖的主持人决定在观众退场后再次带领学生观众进行终极挑战，到底这颗气球能够装下多少人呢？
可以可以，再往前往前往前，一个脚一个脚进，海涛都进来了，我的天哪！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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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等会儿等会儿，跨年可以再这样唱首歌哎！不敢相信我要跟这个气球抱第二回，我真不敢相信，跟夜明珠一样。哇，这么多呀！哇，它越来越大了，你看，越来越大，越来越美了。哇，你看，你看那外面多美啊！你抬头看上面，哇，真的超漂亮。哎，我感觉在另外一个世界。对呀、啊，现在你们干嘛？现在把气球打得爆！啥？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计时开始。5 4 3 2 1。两点颜色看看。进了。妈妈让我去游泳，我向妈妈讲了5个我不去游泳的理由。第一，作业太多。第二，身体不适。第三，教练太凶。第四，游泳池水太脏。第五，我游的太多了。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提醒您下期看点。下周六晚快乐大本营，武则天剧组华丽来袭，娜姐化身武则天，为何让众人笑开颜？谁敢笑，拖出去斩了。为得美人心，有人暗中在较劲，抱很长时间，别人他也抱不动。抱范冰冰这已经成为一项技能了，是吗？抱一个。海涛心里想，他腰不行，是吧？对、啊，可以的。哎呀，这压力是真沉啊！有人牛上转不停。不会放弃的。不抛弃，不放弃。不抛弃，不放弃。上去，快上去。更有人苦苦寻觅，这个我不想摸，你别拦着我，却与爱失之交臂。你在这儿吧，别躲，我跟你说，这是什么呀？不会又是海涛吧？害你在心口难开，现场上演辩论赛。我是目击者，是他，快帮我说，不是我，不是他，是他。就在这里，你说我在什么地方偷的？是你，是我，是我，怎么了？状况练歌房，妈妈组团来踢馆。是我妈妈在里面。心理问题让冰冰措手不及。妈妈，你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吗？钉尖上的气球，靠勇气更比平衡。下一个人要上场了。娜娜，你不要来了，还是。好样的，好样的。终极大挑战，他们能否成功？一、谢谢，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的《匆匆那年》同学会跟大家一起回忆了我们那些最年轻、最充满活力的时光。同时呢，在这里要希望大家在12月12号呢，去到电影院来支持我们的《匆匆那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是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爱莱伊时尚羽绒服以及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如果你也具有娱乐精神的话，就一起去看匆匆那年吧。祝大家天天开心，下期见。